今天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熟悉的场景，代表我们要讲古了吗？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古，我们今天是要来 PK 我们童年谁比较屌。先认输。小时候最夯的东西我都经历过，我爸那时候就非常看不下去，就我一个人每天我都在家里面自己跟自己猜拳战。独生子是不是？我不是独生子，只是我就没有什么朋友啊，没朋友，就可能长得太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反正后来我爸就买了这个给我。什么？这就是怪兽对打机，它里面的怪兽都是数码宝贝的。比如什么牙骨兽，就是对牙骨兽进化，就是牙骨是从这个来的。它还可以跟人家对打。没错，你看它上面有两个小小的点点，有没有？要跟人家碰在一起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来跟我假装一下。这样子碰一下，然后它就会连线了。然后我这边就要开始按招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那时候觉得东西超黑科技的，就是它只要连到，对不对？它就知道你放什么招，你那边都会收到一样的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到现在我都还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它可以养出各式各样的怪兽，然后你要喂它吃饭，然后你不同的养法会养出不同的东西。比如说你都不清它的屎，它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屎怪，超好笑，就像脚有个大便。刚刚手上看到它的屎，我说那是 WiFi， 它长到 WiFi， 它是反过来的，它养都要养超久，先从蛋嘛，然后成长。然后成熟期，然后完全体，然后完全体之后还有救急体。你说它还有这么多阶段？对，它每个阶段会升级，然后升级你会长成不同的东西。你知道我这只怪兽对打机吗？我最后养出了史上最强的怪兽——丧尸暴龙兽救急体。那你有因此终结你的孤单吗？没有，都没有人跟我玩，所以说那怪兽后来默默自己就死掉了。现在，没有。我后来发现了一个真正可以让我脱离边缘人的一个方式，金钱攻势。我就知道你在。这跟我家有钱没有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想办法把我爸的零用钱都花光，花在我买了一整套这个电话卡，这个是游戏网卡。这个东西为什么厉害？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小朋友都没有钱，所以大家都是买那种早餐店牛奶上面会粘呐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们都是中文的。这一张是我的初恋啊，黑魔导女孩。我只知道它是一整串日文。对，那我同学都是写什么可爱黑魔导女孩，我这一套拿出来，根本就没有下面那些东西，他们直接就投降了。说这种就在炫富啊！其实是的，我还有神卡，你知道吗？这三只叫做青眼白龙，青眼白龙三只可以融合成救急青眼白龙。就我知道，他就很爱借钱嘛。为什么？因为。救急的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那时候呢，我就靠这一套正版的牌哦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然后每天都不回家，没有人有我这么多神卡，因为毕竟我花的是我爸的零用钱。到最后，慢慢的，我也就没有朋友了。强者是孤独的。我有带一些卡片来，这是什么卡片？这是我的童年，这个就是珍珠美人鱼的一些卡，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些歌词跟分数抽卡，然后唱出上面的歌，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分数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次。OK， 对，你抽，你抽。希望的钟声，为什么总在祈求梦想会如何结束？为什么总在祈求梦想会如何结束？期待已经荒废的地方依然会开着花朵。太强了吧！我再试一个，我再试一个。看流星满天飞舞，闪闪的散发光芒。看流星满天飞舞，闪闪的散发光芒，全部生命慢慢苏醒。各位观众底下的留言，天女是不是在即兴乱唱？真的啦，我不相信。那好，那你抽一个我唱，我看看，你差不了太多。世道光芒，围着白云绽放。我记不住，你把这张打开。来，看着唱。思念世道光芒，围绕着白雪绽放。不要破坏我的童年。啊，还有这个贴纸布，你可以说一下这个东西的年代大概有多久吗？就是我国小的时候啊，然后只要有新出的贴纸，就是我都在福利社买，然后它一大张也大概15块，对，就已经很奢侈，因为是我早餐钱的一半。我会照那个角色牌啊，这一款就是这7只嘛，7、8只都有，还有一些是变服的时候啊，变身的时候啊，二级变身的时候。那后面这个呢？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卡片本，只是我把他们都拿出来了。哦，就那时候他们有专属的本本，但就没有你那个高级啦，一张一个独立的卡。我们就是很明显，我们童年的贫富差距就很明显。对，我感受到这一张卡好像可以换你那一叠。好像差不多好，那要不要换？差不多，不要，走开。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东西 ，OK， 叫做传奇中的传奇。旧版的 Switch， 这长得还蛮像。没有，好啦 ，PS， 它不是 Switch， 那个时候最夯的游戏机是什么 ？Xbox 360。那更久以前。我只知道 P
PS2 就 PS2 一出来，大家所有的人都疯掉，因为游戏居然可以这么高清，这么好玩。可是重点是你只能在家玩嘛。对。就后来呢，出了一个东西叫 PSP， 直接把 PS2 的游戏直接植入。我刚讲那时候我们大家出去的超屌，就是我们所有游戏，什么火影忍者啊、死神啊、魔物猎人、三国无双，全部都在这上面玩。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别人看我羡慕的眼光，是我人生前进最大的动力。对，这边可以 quote 起来。我的娱乐提升了很多，对，可是我更没有朋友，没有人要理你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还不知道怎么交新的朋友。我也是因为就是工作关系才跟你往来。我感受得到。好了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看到你童年都没有玩过任何游戏的份上，我这边一堆游戏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借你玩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挑。不要，我要去打楼了。我要牺牲我的黑暗骑士、黑魔术师，还有我的星眼救急龙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召唤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，再覆盖一张陷阱卡，结束这回合。那我要翻开我的珍珠美人鱼卡，为大家带来这首《鼓动》。狂风暴雨的海，谁在等待？我们是坚强的小孩。成功或失败，心心痛不曾停摆，因为拥有爱。也许，哎，死了吗？闪亮耀眼的爱之语，要不要来首 Uncle 曲？就像你这种人 ，OK， 我就看出来你就是没有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故意把那个声音打开，然后我就用玩三国无双发出那个谁谁谁是啊是啊嘿，然后你在旁边，我就看你旁边这样子，就一直想偷瞄，一直偷瞄。对，我还故意把游戏画面往旁边这样子。别人看我羡慕的眼光，是我人生前进最大的动力。